孙子。而立之年的大小伙是我们镇上最不可或缺的人才，那可是人中龙凤。这就那孙子在镇上那可受敬仰了。哎呀，乔麦东，你在单位是摸狗样，你怎么来我们这儿还这副德行？小田，被公司开了。我司是全球排名前十的医疗器械公司，您闺女是高级技术销售，享受带薪休假。小杰，弄哪儿那都是人才。我要当南平的金凤，我这儿呢有门亲，小杰要是肯回来，我还打算撮合撮合呢。停停，打住！啊，这一天天怎么，连我们城里人都不相亲，都在酒吧里搞对象？走了。小子，追女孩的本事没生疏吧？向来没这个本事，都是姑娘追我。我让你转，我让你再给我转。陈麦冬，我一时冲动强吻了陈麦冬。喜庆六欲本来就不比精神互动低级啊。再播放一遍喜讯通知。你是在南平不是在上海呀、啊、姐姐。基本来着，我估计是那姑娘没脸没皮。哎，你是在故意逗我？看你怎么理解。我有时候都在怀疑你到底有没有长心。咱俩之间论为人处事，我比你坦荡多了。你拧吧，你最拧吧。张杰，说实话，我不太知道真正的喜欢该是什么样。赵姐，我就是个本本分分的镇上人，循规蹈矩，跟你不是一挂。